就买的开开心心的，结果呢，一进家门的时候，我就突然觉得，我是不是五袋折成三袋好了？然后袋子赶快缩小一点，塞，藏起来，藏起来。能够让你自在的人，就是能够相处的人，但是不是当成空气，而是你能够自在展现自我。那你的自我，即便是在关系中的自我，你还是可以保有自我，那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在两年里面，我自己发现到说，我们之前很多的付出，那真的就是自己对孩子、对家庭的付出，那自己呢？所以我在今年做了一件事，我们老师说我们有很多的衣服吧，那个标签都没有剪到。我今年真的就做了一件事，在夏天的时候，我在五月份的时候，我就说好，我来试试看。我要每天都穿一件不一样的衣服，是真的。那个裤子、裙子那个不是很容易，因为我本来在想说到底，因为我之前就很想报名，但是怕那个时间会点累，所以因为我昨天赶回来之后，我就晚上报名。然后我很有感触的就是，老师，你这是从年轻，我们一个女人的成长中，年轻的时候开始，那时候我跟我先生谈恋爱的时候，那种感觉就表现在这个裤子后面。然后再来就是当你真的报名没有太大感觉，但一走进来觉得哇，今天看到那么漂亮的老师结账，就觉得谢，好开心哦。然后我很有感觉的就是那个推着婴儿车，然后妈妈就背着大包小包，然后就穿着就是穿最舒服衣服，然后我就是刚好是我现在这个阶段，然后我就会想说，我每次这个台就是有时候跟朋友聚餐，然后看到大家。我怎么穿那么漂亮，然后头又直接用头发化妆什么，就会想说，我自己就是大概出门前就可能只有五分钟，很赶衣服穿一穿，然后咚咚就赶快宝宝衣服赶快什么东西弄好就冲出门，然后我又看到那个另外一段是，穿得很漂亮，然后买，但是他是买菜，然后我就想说，虽然说我现在已经是当妈妈，但是我还是可以把。用一点时间，然后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，然后出门去做，可能就是买菜的事情，或者到那时候也可以把自己弄得很漂亮、很开心。谢谢。自己哈，能就是说面对自我，你要跟自己对话，就是让你的心安顿好。我也是这样子背着爱嘞，然后摩托车骑着就。菜市场啊，然后买东西就是真的像老师你讲的，看标价，然后一个一个的挑。一开始想要这个，然后再就淘汰嘛，删掉。然后那个我们群组的 LINE 里面，我们在一个群组里面有伙伴就会想说，老师会不会出百难图？但是他说的是难，困难的难。百难，他们觉得当男人就是一个灾难。然后他们说了，像如果他们是脚踏车集团，他们就说，如果我们在路上，如果是女伙伴脚踏车破裂了以后呢，可能就一堆马上有立马有男壮丁会把它修理哦。但是当你是一个男生的时候，可怜吧，你自己想办法，这个这么简单你都不会修理。所以有他们就是说，老师要不要推出百难图？哎，还有就是。我后来认真的翻了我所有的相簿，我发现孩子在两岁之前，我真的一张独照都没有，所有的照片都是孩子的照片，要不然就是跟孩子的合照。但是那时候的合照的我都是小小的。但其实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，会发现说，真的就结婚生小孩，真的是女人一个生命中非常非常大的转变。曾几何时，在婚姻之前，我们会有自己；结了婚之后，通常都是两个人的世界。在生完孩子的时候，你的世界真的就是围绕着孩子转。那也祝福大家，我们一定要身体健康平安。重点是要让自己从里到外都要怎样美丽，美丽很重要，不是给别人看，是给自己看。每天起床都要告诉自己要有活力，要健康，要漂亮。这样好不好？好，那也非常谢谢大家，谢谢老师，来一张大合照好不好？就是很棒，我们可以给大家当老师您的分享的对象。平常都是听说
起的时候，觉得那个人好像又跳到年轻的感觉。我觉得我要建议那个国家博物馆啊，要给你们套卡多一点，因为基本上会真的会希望，就每一个人，尤其是来听讲座，他可以，就是他一个都已经来了，可以一人拿一套。明年应该会出100幅的册子。